大家好，我这两苗这个兰花呢，上次跟大家分享过，在拼多多上面买的9.9元包邮。虽然说它品质不是很好，但是呢，还是要给它上盆的。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给这个兰花上盆的配土方法跟一些上盆技巧。我给这颗兰花配的土壤呢，稍微的放多一点这个软质料，这个软质料呢，也就是松树皮，还有一些松针土，占比大概40%左右，剩下的就是这些碎的石头。因为这颗兰花的根比较弱，所以呢，配的软质料相对多一点。那么我们给它上盆之前呢，一定要在这个盆土底部垫入泡沫，垫这个泡沫呢，有利于透水透气。我们上盆的时候呢，先给这个底部加入一点大颗粒一点的植料，然后呢，就直接给它上盆了。这两苗兰花呢，给它离远一点，不要靠得太近。像这种根弱的兰苗呢，我们要把它种深一点，有利于触发它长新芽，而且给它种深一点的话呢，这个新芽长出来之后呢，会比较健壮一点，大家要把握好这些小技巧。这样就基本完成了。如果我们想要买兰花的话呢，尽量不要选这种太便宜的，确实呢，本来是一颗兰花的，现在变两颗兰花了，有点非常不满意。那么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